对手是三六九，是本赛季一阵的三单，目前你是怎么评价他的表现呢？他根本就不配一阵。帅呀，兵哥！我才是一阵。哇，火药味已经起来了。其实我就想说两句话吧，就是第一个是一阵上单就是会赢五阵上单。我明天会告诉你，你不配。然后第二句话是隐形教练 BP 就是比对面好。JDG 战胜 BLG 后，九哥霸气回应：一阵上单就是可以赢无阵上单，顶薪教练就是比对面 BP 好。一句话是为自己说的，另一局是为自己的教练说的。红米可以说是三六九的良师益友，在当初三六九刚刚来到京东时，遇到了挫折，红米耐心的鼓励让三六九逐渐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冠军上单，尽可能让三六九选择一个好的英雄，鼓励三六九版本英雄玩的都很好，只要把眼插了就行，相信他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。整个的话就觉得京东这里比较真诚，就是感觉到被重视了，被需要那种感觉。三六九啊，我的九哥啊，三六九你要记得你是太阳队配音，没问题。哎，九哥，加三六九，再加油，可以。都是黑粉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就一直骂我，我就骂得好，喜欢被骂。但是如果你打好了，那些黑粉就变成粉丝的了。黑粉也是都夸过，就可以接受失败，但是就没有办法。